今天我们来吃这个泡菜锅，还有这个鸡排。对，你泡菜其实这种锅物配鸡排真的是好吃的。嗯。我要吃鸡排。嗯，先夹鸡排。饭团。嫩豆。吃泡菜锅就是要配泡菜锅，金针菇跟杏鲍菇、南瓜。五角酱的。今天天气很凉爽。嗯，这几天都很凉爽。太舒服了吧？就在这种天气。希望冬天很快到，好怀念那种冷冷的感觉。不像每天待在店里，真的太热了。有去客店里的客人都知道，看到我基本上好像我在洗三温暖一样。加了一角，那个乖乖躺在那边。这配白饭是需要的，嗯，真的吃一点白饭。你怕我们一发不成？会。我想说体重又轻了一公斤，所以我才可以多吃点白饭。我今天两个岁开始的时候，上次写68。我也不相信，我就再多量几次，68、69、68、69、68，坏掉，把我电子重新弄一下就变成71。天冷冷的，泡菜料都很赞。我去拿菜粉。嗯，我走了。用手拿就好，没关系。刚刚火锅有没有吃完？还有，好吗？有吃完它的那个料。哦。其实分量我们两个人吃刚刚的。蛮适合煮那个豆腐海鲜锅。嗯。就韩式那种啊。嗯。可以。我觉得这些很流行啊。
韩式豆腐锅吗？你要过去是不是？我头上可以吗？放旁边。今天这个鸡排骨头很丰富，因为呢，我今天原本要去马番乐大鸡排，然后结果呢没开，然后等一下去都没有，就是都关机，然后我就去开元色嘛，之前不是有介绍开元色，就是仁爱，永和仁爱路这边的开元色，它那时候特价35，就是你现在看的。现在没有特价，50了。哇！它的本来最强大的就是鸡排，很便宜，但是物价可能在涨。有吗？那天去 Costco 买那个牛肉卷，大家知道牛肉卷也涨价了。我去排队买的时候，我后面的阿姨们就说：“哦 ，Lucky 给啊，哦，就贵呢。”我心想，连阿姨都知道涨价了。他第一个就指名牛肉卷。对的，牛肉卷，对嘛？披萨没涨。披萨没有。最划算的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乐一样50，负饮料都没涨。他们总是要留一项小的强打在那边。可是那个披萨没涨啊？对，披萨好啊，我觉得披萨难喝啊。披萨其实这么大，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就真的很便宜，是蛮划算。对啊，比外面的披萨都划算。划算，尤其你买那个大披萨。那个大披萨就真的是大披萨，一个300元。啊，我去倒水。